应该吞吞鱼吧。圣盾元素跟圣盾龙啊，圣盾野猪，应该吞吞鱼没错。啊，各位，破碎铁道，然后倾倒。祝你旗开得胜，朋友。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这不能用啊。好像不能用，我应该看一下要不要贴宝石哦，还是先不贴吧，等下哦。没关系啊，弹三点伤害，等下。好像还会加工哦，对哦，我都忘记要加工了。那如果只有一只的话，会攻击两次吗？就还能变得更强。哇，这好多操作可以做。早啊，红旗！早啊，各位！来呢？但他们看起来也太健康了一点。看起来超健康，希望可以拿到两颗宝石，看起来是可以。健康到不行啊！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我可以抢，我在想，我等下可以把这个二二给吃掉，然后刷一下，身心刷一次。买一张三星卡、哦，有一张恶魔也不错，因为有灵魂吞噬者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其实就体质这二四其实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变成三五，啊，那我搞不好买错了。哇操，它这个也太大了吧！让我完全直接失去两颗宝石。怪怪的哦，怪怪的，为什么那么大？
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一定会生气。我觉得这样还蛮稳的，然后他还三合一了。这体质最多。啊？等一下应该是吃掉，然后买三张吧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我操！OK， 然后圣盾龙非常的好。所以，给他们宝石会让我拿到宝石，下一颗宝石的几率增加，所以我一直塞宝石给他们。早啊，喵喵，蓝之剑神哦，哦，第一次看到这个 ID。早。所以现在的点是，我想要嘲讽吧，我想要阿古斯，可我只有一个 buff 哎、欸，所以这个也有点想要合起来，或这个合起来，这加起来19，这加起来19，高攻站前面。他超弱哦。
啊，打得赢吗？没啥问题，然后百味也未免太鬼了一点。你还真行啊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哦天哪！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我替你捏造，然后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想要吃谁啊？到底要吃谁？你把那只龙吃掉吧。继续保持下去。没有东西合起来啊！来看看你能不能一直保持底线。胜利！我们需要更多嘲讽啊！表
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，看来你可以凑到三个哦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好难哦 ，shit！ 让火花散播吧。这样他差不多该走了。我乜都唔惊，除咗老鼠。你搬到了。只有两张其实有点憨呢，只有两张嘲讽。他长超怪的，我不知道。平手，他长超怪，这局也没有鱼，没鱼没机械哦。我不知道怎么摆，我不知道怎么摆，必须要老实跟你们讲，我不知道怎么摆。带这个也该走了啦。这一只好像差不多也该走了，这只差不多也该走了。继续保持下去。OK。恶魔。
现在要找 J 队配之类的、哦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我想一下，这个摆这没啥问题。这应该往后摆一点点，可能摆最后。恶魔理论上它有可能有灰吗？几率不高，得往后摆一些。这期可以往前摆一些。等。真心拿六会不会比较好？你要拿什么？五星拿毒包不是挺好的吗？六星你当然也可以说拿梅克斯纳吗？或墨具，可墨具其实只有三足，这三个演化没有到非常好。那我们六星不需要其他牌吧？也不用大德鲁伊的，因为我们基本上要，我们想要拿到五星的那个顿顿猪啊。顿顿猪也还可以啦，这顿顿猪我们可以吃这个之类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流派是要把这个换这个吃掉啦，就是决胜人会把这张吃掉。对，我其实想要找的是金这个。哇，当真没有买到哦！看老师嘞，当真没有买到，还蛮强的，其实。哇塞，我们有点衰。我这样好像把它养到最大了，所以或许没啥好抱怨的，让它吃超多的。算我们赚亏，我们亏一张那个还蛮亏的。我们不想升星，因为升星的话，这个金黄骰到几率会变低。可以拿一七。
来看看你能不能一直保持领先。有点怕灰。嗯干哦！好像赢了哦，这太大了。嗯，狙击撤。嗯。轻松四星吃鸡，四星旅店吃鸡。OK， 吞吞鱼四星吃，没有错，9331。其实我们三合一算蛮多的吧，我觉得，因为而且算是蛮，就时机还蛮好的。就两个帝国之王都三合，就那时候帝国之王没有三合一，其实还蛮尴尬的。嗯，不过那个猪猪啊，反正就知道有一天势必要把他们吃掉啊，所以他没有圣盾。成长到后期的话，那个间歇保持成长也没有很好。然后后面这个成长超快，嗯，然后决胜局就把帝国之卵吃掉了，嗯，这蛮常规的操作啦，我觉得。如果这个黄小黄合起来变金黄的话，就更爽。然后蛮常会就是前面带这种东西，嗯。然后我们可以在五星再找一个毒包，那这个阵就几乎完美了。那问题就会变成说要怎么样来防灰或什么之类的，防灰或防烧。防烧方面其实金黄如果合起来的话已经很 OK 了。嗯，其实刚刚的确是可以升五星啊，升五星比较像是更容易，我不知道升五星其实小黄应该难合吗？可是会有无面。没有想到五面这一块，反正我们可以合精英五跟金黄啊，嗯，然后再上个毒包，就几乎大概就是极限了。什么时候开台？大部分都是早上啊，嗯，很赞。